哎，帮我看风水。我们家在天母啊，那个房子哦，算是天母比较便宜的啦，就5亿这样子。詹老师脸不红气不喘，讲我天母也有个房子啊。啊，但是也就才8亿而已啊。那贵妇走了以后，我就张老师，你在天母什么时候有8亿的房子？哪有8亿的房子？张老师说没有啊。嗯，啊，他跟我催你，我就加码催回去啊。我说你们都太乖，太单纯。我常讲那个詹老师的故事啊，我们一起吃饭，那有一个贵妇，哎，就有点不太礼貌，哎，帮我看风水。啊？啊，詹老师就忍住，我想我你是我谁？你是命令谁？对啊啊！詹老师说，哦，那你们家在哪里？我们家在天母啊，那个房子哦，算是天母比较便宜的啦，就5亿这样子。哦，你知道一般人如果这样子，是不是就龟缩了？你知道詹老师脸不红气不喘，5亿哦，还不错啦。嗯，哎，这样子好了，那个我先帮你算命，你来我家，我天母也有个房子啊，啊，但是也就才8亿而已。后来那个贵妇就自讨没趣，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联络。啊，那贵妇走了以后，我就张老师，你在天母什么时候有8亿的房子？哪有8亿的房子？张老师说没有啊，嗯，啊，他跟我催你，我就加码催回去啊，5亿，他哪里会有5亿？我看那个脸就不像。